小葵同学春游的一天。苏大厨开吃播，跳女团舞，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。蔡小葵，蔡小葵春游第一话，蔡小葵当大厨。谁也不是傻子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不知道怎么开了这个锅，可以帮我开一下这个锅吗？这锅怎么开 ？Later， 粉丝饭好不好吃不重要，人帅就可以了。第二话，蔡小葵在线吃播，我不懂啊，看不懂啊，你在那吃瓜是吗？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第三话，蔡小葵的女团舞。这是一个秘密，已做好决定。Tonight。最后，蔡小葵和杨迪贡献了本期跑男爆笑名场面。Round one。我没有哎，我今天一天都没有艺术细胞。我没有艺术细胞是吗？你没有啊。Round two， 你要想想我没有的东西。那我知道了，智慧。我没有的东西，你能不能好好回答 ？Round three， 我没有的，不是颜值吗？